我要戴好罩，一个还有个傻瓜呢，有头被好罩打了一个皮肤门台，一定要跟姨啊！沙男疮，皮肤暗沉，红斑，红。你啊，我们两个好找啊！你啊，飞，告诉我啊！别怕，让我拯救你吧，我们走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现在这么严重的疫情之下，你还不戴口罩？不要戴了，你看我的脸这么多痘痘。 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对产品，兄弟，我帮你准备了一整套，马上帮你拯救你的痘痘肌。第一个，先去洗把脸，洗过啦。最好的效果一定要先洗好脸，但是光洗脸还不够。兰蔻极光水，使用前记得先摇一摇哦。你今天呢，如果是痘痘肌，你一定要使用化妆棉，均匀的擦拭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你在边转的时候。 皮肤立即做抛光去角质的动作哦，要介绍的是这一个极光精华。我会建议全脸擦之后，再擦在痘痘的地方，效果会更好。在脸上旋转的按摩，让你的皮肤可以更透亮的感觉。你平常皮肤容易出油吗？会长痘痘吗？超级会。好，那我就会建议使用极光乳液，因为你是油性肌肤。但是如果你是 T 区容易出油，两颊比较干，有 斑点的女生，我就会建议使用这一瓶极光5号霜。我们把它取适量放在手掌心上，预热之后，我们在脸上均匀的涂抹、轻拍，让它吸收进去。哇！皮肤立即就有光泽哦。我们擦完了这么好的保养品之后呢，还是需要靠彩妆。持妆粉底液可以全脸均匀的擦拭，先调整皮肤的颜色。 像如果有痘痘的肌肤啊，我就会建议你使用暖色系的颜色，你会发现这一个粉底液，你擦上去啊，你的毛孔可以让你有收缩的效果。重点是它可以让你持妆18个小时，还有一点点的小瑕疵。持妆粉底棒，它可以做好一个非常好的遮瑕，还可以帮你整个皮肤上了一层柔焦的感觉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磨皮棒。 我们特别针对眼睛下方，然后还有毛孔粗大者鼻翼两侧，效果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想要气色更好的话，这是兰蔻卖到断货的888，轻轻的擦在唇笔上面，然后呢放在我们的嘴唇内侧，然后跟我一起做一个非常性感的动作，拿出你的小无名指。 轻轻地拍在嘴唇的外侧，做一个微微的 blurring， 只要用你的手指，再把它晕开来，这样就会有自然而然的好气色。